好，大家安静一下吧。哎，首先欢迎大家，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是来自紫金山实验室的夏立明，主要是做就是云原生方向。Thanks for coming, and it's great honor to be here. And given the audience today, we are going to speak in Mandarin. But if you got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ask in English. It's okay. Thank you. 首先呢，今天主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呢，是基于 NII 的多集群网络和服务发现，由我和来自小红书的徐迪共同完成。那么我会主要讲一些我们现在这个方案形成的一个过程，多集群的背景和我们在国家冬日计算工程项目中所遇到的，就是在进行多集群网络和服务发现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些挑战。那么徐迪会分享具体的设计和实现。好，我们今天大概整体的流程是这么几个流程，然后我会先讲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去使用多集群嘛。我们大概整理了这么几个点，然后挑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去跟大家去详细的讲一下。就是随着我们现在的应用的规模不断的变大呢，我们自然需要更多的集群去承载一个应用。另外一个是现在这个异构算力的普遍存在，我们知道应用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类型，啊，有些应用是 I/O 密集性的，那么它可能要求你的磁盘会比较好；有些应用呢，它是这个计算密集性的，那么它可能会要求你的 CPU 比较好。那么为了最大化的可以去发挥异构算力的一个效用，那我们也是不得不引入一个多集群。另外一些其他的像 isolation 像隔离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些出于政策上的要求，有些数据它在产生的位置就应该在就它只能在它产生的位置去计算，那么它就会有一个就是数据合规性的一个约束。另外也是出于一些隐私数据的保护吧，那么我们也希望数据在哪里产生就在哪里计算。最后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平时也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一些高可用的要求，和在备的要求，等等吧。这些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不希望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么我们还是希望把风险降到最低。那么基于这个多集群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要求吧，我们大概就是也整理了一下当前我们在多集群领域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首先多集群领域呢，其实它有两条腿是比较基础的，一个是多集群的管理和应用的统一调度和分发，另外一个呢就是多集群的网络打通和服务发现。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多集群的多租户、多集群的网络策略等等。那么前两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两个方面，可能是基础，你必须把集群管理起来或应用统一调度之后，然后把网络能够通，那么才能够去考虑就是多集群、多租户啊、网络策略等等问题。其中多集群管理这一步其实已经被很好的解决了，包括我们最近我们这次 KubeCon 也有一个专门的论坛去讨论，就是多集群的管理和应用的统一调度等等问题。但是我们在落地国家冬日计算工程项目中，就是我们其实在多集群的网络打通和服务发现这个方向呢，我们遇到了很多挑战。然后这个挑战的话呢，我们大概分成了四类。第一类呢是一个多集群网络方案的部署的复杂性，我们希望多集群网络方案呢跟多集群的管理和应用分发集成起来。那么如果你的部署很复杂的话，我们举当前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 Submarine 的这个方案为例。就它的部署，首先是要去部署一个 broker，那么部署完 broker 之后呢，还要去拷贝 broker 的 token，接着呢还要去选一个节点作为一个 gateway，另外呢还要给你这 gateway 的一个 accessible 的一个 IP。那么我们认为整个部署实际上是交互式的，它需要你在部署的时候给你的组件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约束。那么它如果有这种约束的话，就不太容易跟我们现有的多集群的这个组件分配方案就集成起来。那么第二个是
有很多的限制，就是我们在进行多集群网络打通的时候有非常多的限制。那么第一个限制就是它要求我们的集群具备一个可达的 IP， 比如说浮动 IP， 首先呢，因为这个浮动 IP 是收费的，一般情况下，对吧？而且它是可变的。在一些边缘场景之下，很多集群它可能没有一个可以对外使用的一个 IP， 那么它就无法去组建一个channel 的一个成为一个 channel 的 endpoint。那么第二个是我们需要预先去给所有的集群分配一些不重叠的一个 pod 的网段，这个要求是一个大家可能自然而然就能想到的一个要求，但是这个要求老实说并不容易做到，因为运维在交付给我们 K8S 集群的时候，它并不事先知道你的集群应该去有一个平台去统一管理。那么大多数运维在给我们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统一规划，它的 IP 的网段就是一模一样的，也有可能它会给你设置一个比较大的网段，根据你的业务规模。但是呢，它就如果你没有事先规划的话，你们的网段肯定是重叠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说，CNI 的一个适配性。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我们列出来了，就是当前 landscape 里面大概有20多种，就是 K8S 它就是推荐使用的 CNI。以刚才举例子 Submarine 它本身只能支持可能6到7种 CNI， 那么还有很多 CNI 实际上是有技术能力的一些企业，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去设计和开发自己的 CNI，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穷举所有的 CNI 并对它做出一个support。 这个是目前我们可能就是遇到的第二类挑战，就是它对你的集群提出了很多很多约束。第三个限制呢是第三个挑战是说它是一个高侵入性的这么一个挑战，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Submarine， 它需要把你的网络策略跟你的节点的策略混在一起。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就它的不管是 Tunnel 也好，还是它的一些 VLAN， 它的集群间和集群内的一些隧道连接和一些 IP tables 表规则啊，还有一些路由表规则，通通都是跟你的 node 混在一起的。那么这种高侵入性的一种设置会对你的运维产生很大的负担。比如说你可能因为一些异常因素吧，你可能清掉了你自己的一些 IP table 规则，但是有可能会导致你的网，就是跨集群的网可能就无法恢复。最后一个挑战呢是它整个架构的复杂性。我们现在东日西算项目中就是规划起来的集群的管理数量大概在1000个集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那如果你的 channel 是基于点对点的 channel 去创建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多集群网络打通方案都是集群之间直接点对点建立隧道关系，而且有些方案还不止一条隧道。那么你的这个隧道的数量级呢，就可能是你的一个 NO 的就是 N 的平方的这么一个复杂度，这就会带来就可能会限制你所能够管理的集群的数量。因为你的 tunnel 数量如果过多，同时你的 tunnel 又是建立在浮动 IP 上的，那么它就会导致你一旦你的浮动 IP 有变化，那你整个业务都会被停掉。这四个挑战呢是我们目前就是发现当前的一些方案无法去解决的。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方案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基于这些挑战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然后这个方案的具体的设计和实现可能就是让徐迪去继续跟大家介绍。对，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多集群网络这块比较复杂的一些点，因为这个实际上也是我在做多集群项目的时候，就是我本身是 ClassNet 的一个 founder， 那我在做多集群项目的时候实际上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做正常的集群调度的时候会把集群管理集群的 construction 给放进来，但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missing 的，一直是 missing 的。社区其实我们之前有时候我们把 Submarine 给集成进来，但是会有很多的 limitation 在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后面就是联合了英特尔还有吉尼亚实验室包括 ClassNet 的社区，我们去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做 FleetBot。 那么这个项目其实我们聊的时候其实聊的挺久的，其实一直是想去做这样一个事情，但一直没有去落地。然后虽然说我们的第一个 commit 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份，但实际上我们去做这个 POC 的时间是远早于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 POC 跑通再去做提交我们的第一个 commit。 但是我们整个做项目的这个目标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是说我们想做一个比较通用的方案，解决当前多集群网络这块的一个痛点，尽量让我们的整个方案做成一个完全无侵入的一个方式。同时我们光做网络的打通其实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们会把 service discovery 放进来。那所以说这两个其实是我们在做整个项目构造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点考虑进来，所以说你会看我到后面我们整个项目来说会把这两个点结合得非常好，这可能也是其他的项目所不具备的。那当然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也会把之前的一些不能说是不好的事，就是之前的一些lessons 我们会把它 borrow 到我们的这个新的项目当中去。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项目来讲会有很多比较好的设计的理念在里头，我们就希望我们整个的架构会比较的轻量，比较的非侵入式，让用户去使用起来会非常的容易，就是降低用户去接入的门槛。因为我们在做多集群调度的时候实际上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有很多存量的集群在里面，就是我们已经在 running 的很多存量的集群，那实际上我们去采用任何一个新的功能来去解决多集群的问题的时候，我希望我这样一个 solution 它是一个 add-on 的，不是一个说我是需要一个很深的定制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把整个的东西变成一个 configurable 的。那这里头其实会有很多的点啊，就包括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其实控制面这里头也会做了一些 configurable 的一个 setting， 就是因为我们的多集群网络的控制面它可以是跑在Hub 上的，那其实有的人说我如果说全跑在内网里面，或者说我本身的网络它已经做了某种程度的打通，那实际上我是希望它可以直接不要走你的 Hub， 因为 Hub 来说它会是主要是为了解决很多集群网络不互通的这样一个需求，就是说我的 member 之间它不互通，但是我 member 跟你 Hub 之间是可以互通的，所以说我是通过 Hub 做一个中转然后做这样一个网络的打通。但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个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选项，它是一个 optional 的，你可以去根据你的业务场景去选择说我要不要去我的控制面要不要去放到这个，就是我的 tunnel 要不要走 hub 走一遍，或者说我本身之间两个集群已经互通了，或者有一个 gateway 的 node， 那我在这里头实际上我就可以直接用我一个单独的 gateway 去做这样一个 tunnel 的一个 setting。 然后我们本质想说让整个集群的网络互通可以是像访问本地集群一样是非常的方便，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做 ClassNet 的项目的时候也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希望你在去做管理集群管理集群调度包括集群网络的时候都是像让用户使用起来像访问本地集群一样是非常的方便然后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实际上我会借鉴了很多社区已经有的一些 solution， 包括这里的 NNI， 这个其实我们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整个方案的非侵入性的一个设计，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会有很多存量的集群嘛，那这些存量集群我怎么去把它 integrate 到我整个多集群网络的架构里面，实际上我们采用这种 NR 的方式，它其实是一种社区就是这两年新出来的一个 solution， 它其实在最早的一个场景是为了解决资源调度的问题，就是大家在做单集群调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 noisy neighborhood， 就是我本地之间集群会有些资源上的一些争抢，包括里面会有一些 sidecar 的资源的是不是要统计 count 到我的这个 pod 的 resource 里面去，所以说它最早是为了解决这样一类场景去出发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头相当于是做了一个不能说黑科技，是利用它已有的能力来解决我们多集群网络上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你看社区其实的 NR 的 plugin 里面它会有一些 resource policy 这样 memory management， 实际上整个都是跟那个 QoS 是相关的。我们这里的借助 NR 是借助于它在整个CI 的链路当中的一个能力，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 CI request mutate， 就是我有一个 CI 的 spec， 它会从 Kubernetes 去通过 CI 的接口会去调到底下的 runtime， 但是在 runtime 这一层它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 mutate， 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它是做 QoS 的，它可以把一些
resource 给加到那个 pod 的那个 spec 里面去。我们这里头实际上是只是拦截这样一个链路，然后把一些把一个单独的网卡加到这个 pod 里面去。但整个看起来是跟 pod 原有的创建的逻辑是不相关的啊，就相当于，而且它本身是一个 non-blocking 的一条链路。那我所有的这条链路实际上不会 block 原来 pod 创建的逻辑，而且这也是 CNN 设计的一个初衷，就是它不会 block。原有的 pod 的链路，然后我们在这里头只是做了一个 mutate 啊，但我没有做 mutate 啊，这 mutate 是做 resource 的 mutate， 我们只是把这个链路相当于做了一个旁路，然后创建一个 dedicated 一个 CNR 出来。然后这是 OC 就是那个 NR 的一个整个的创建流程啊。那刚才其实我有大概讲到，其实这里头调整的 OCR 的 spec 实际上就是改它的一些 resource 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去改。我们只是借用这样一个链路，然后其实有这样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就会做的非常的无侵入，就是我们不会去 care 说用户原有的 CNR 是什么，就是我可以适配所有的 CNR， 或者说我对于 CNR 你原来的 CNR 的设计是无感知的。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是有一单独的一个视角去控制所有集群的所有 pod 的 CNR， 包括我们这里头可以有一个 dedicated 的一个 RPM 的 controller， 它会去负责所有集群里面dedicated CNR 的一个分配工作，所以说这样的话会跟原有集群的网络的控制会有一个我们把它做一个解耦，这样的话其实会方便我们做方案的设计和演进，然后同时也会对用户原有的这个网络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离，因为我们不希望说会跟用户的原有的 CNR 的 network 做一个 mix， 因为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然后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架构图啊，这里头其实看出来我们整个的架构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就是我们尽量说用比较少的组件完成我们整个网络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会把集群分成两个类型，包括一个 hub cluster 加上一个 member cluster， 因为这也是整个在做多集群的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个定义，就是我们会用一个 hub cluster， 或者说你叫一个叫原集群的一个概念，或者说叫副集群，实际上就是表示同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这里头会把所有集群注册相关的一些信息都放到我们这个 hub cluster 里面去，然后每个集群里面会部署一个对应的一个组件去完成整个tunnel 隧道的一个打通。我们整个隧道的打通是基于 YGuard 来做的，然后具体来讲是每个里面我们在 hub 里面会部署一个叫做inter cluster 的一个 tunnel， 这个 tunnel 其实主要说是为了维持所有那个集群之间的一个连接。然后在每个 member 集群里面呢，我们会有两个主要的角色，一个角色就是说我这里面会去从一个集群当中选择一个节点作为我的主要的一个控制节点，因为所有的从其他集群访问到，比如说我从集群 B 访问到集群 A 的时候，我只需要可以连通到集群 A 里面的一个节点，只要这个网络打通了，那其实集群 A 里面其他的所有的服务都是可以做打通的。所以说我们会去挑选出来一个节点，当然这个节点我们是可以通过那个选主策略去做这样一个逻辑。我们把这个节点去选出来以后，实际上就会在里面会部署一系列的那个相当于主的一个组件，这里头包括这个组件会跟我们的 hub cluster 之间去建立一个隧道，同时我们这个比如说这里面是 node 2啊，比如 node 2里面的 inner cluster tunnel controller， 它会去跟它同集群当中的其他节点的相同的 tunnel controller 会做这样的一个连接的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部署一些 endpoint slice 的 controller。endpoint slice 是社区那边做服务发现，就是单集群内服务发现的一个 controller。但这里头我们会做了一些改进工作，但这样的一个增强的工作实际上是为了同步其他集群当中的一些service 到我们这样一个集群当中来。然后具体来讲，这里面比较 detail 的网络上面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把所有的 pod 做了一个划分啊，这里 pod 我们会定义一类叫做 CNF 的 pod。CNF 其实是这两年就是单独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做 Cloud Native Network Function 的这样一 pod。那其实我们做这样一个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我刚才提到，就是不会跟pod 原或者容器原有的这样一个 network 做一个 mix， 就是我们会把它从原有的甚至说从 host 的 network 当中做一个解耦的工作。我们所有关于网络的拓扑配置的逻辑实际上是在这样一个 CNF pod 里面去，也就是我们所有的策略包括那些规则实际上不会落到 host 的 network 上去，
这样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包括说我们不会影响到原有集群的这种访问速度，包括 IP tables 的一些限制，甚至 IPvS 你用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讲都是无所谓的，我只是把所有我创了一个单独的控制面，这个控制面只有我自己看得到，我把所有的网络相关的逻辑都闭环在我的 CNF 的 pod 里面去。然后我们这里头会有一个 dedicated 的一个 nick， 我们把这里叫做一个 ETH fleet， 主要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名字啊，就 fleet board， 我们就叫做 ETH fleet。这个网卡呢，是我们通过 NI 去监听每一个 pod 的去创建的时候，我们把它自动的 inject 到我们的 container 里面去。所以这样一个单独的网卡，实际上在 pod 上实际上是看不到的，因为 pod 本身现在的 spec 里面是只能看到一个 IP 的嘛。虽然后面也支持多个 IP， 但实际上在上层很多控制器在看的时候，只是看到原有的 CNR ETH0 的这样一个 pod。那具体来讲，就是这样一个 CNF pod 跟我们创建的 normal 的 pod 之间是通过右边这样一个 bridge 做一个连接，我们通过一个 VETH pair 把这样一个网络做了一个打通。那实际上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比较好的去解决，就是创建出了一个单独的控制面，单独的网络的控制面，同时又能让不同集群之间的网络做一个互通。然后具体到多集群的 service discovery 这一块，其实我们也是说尽量的复用社区已经有的比较好的标准。这里头我们用的就是 MCS， 就 multi cluster service。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去用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考量，就是实际上很多东西是可以做成自动化，但是我们没有做成自动化。包括我们这里头是需要一个显示的去做一个服务的暴露，其实更是说我们说只想暴露用户最想去 expose 的一些 service， 而不是说把这个集群当中所有 service 都对外暴露，也是为了提高整个集群的一个安全性。但是这里头我们后面是可以通过多集群的 network policy 去解决，但是这正在规划当中。我们在去用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去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说我们想要去暴露服务的这个集群当中呢，去创建一个 service export 的对象，这个对象用来声明就是我想要去把当前集群哪些 service 做一个暴露。同时我再去想要去另外一个想要去访问这个服务的集群当中，我去做一个 service import。 这两个对象定义起来了以后，我们上面那个架构图里面提到的 endpoint slice controller 会去做一个 sync， 它会把其他集群当中的 endpoints sync 到本集群当中去。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实现其他自动的一个集群的服务发现。但这里头我们去 sync 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个点，就是我们 sync 的时候不是集群原来 CNR0 或者 ETH0 暴露出来那个 IP， 因为那个 IP 可能是用户或者那个集群当中某个 CRDR 里面分配的一个字段，这个 IP 地址可能是其他集群访不到的啊。我们这里头分配的是我们通过 ETH fleet 创建出来的 IP， 所以说这整个的网络的控制面实际上都是闭环在fleet board 所有的这个控制组件里面去的。然后我们为了解决这个服务发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光靠 IP 是不太好去实际使用的嘛，所以说我们会去做了一个 Code DNS plugin。 这个 plugin 实际上会在这里头作为我们的一个部署组件去部署到各个集群当中去，然后这个是同步的配置到我们的 Code DNS 那个 config map 里面去的。我们会定义一个 fleetboard.local 的一个后缀的域名，所有发往这样一个后缀域名的集群都会通过我们这个Code DNS plugin 去做一个解析的工作。然后整体来讲 ，fleetboard 其实有很多的优势。其实这也是说我们去设计的时候去秉持的一个思路，就尽量的跟用户原有的网络实现做一个无感知的一个操作。所以说我们会兼容所有的增加的 plugin。当然我们这个所有实际上就包括社区已经去 build 去自己去maintain的一些 plugin， 包括各个第三方去自己实现的这种插件的机制，其实我们都是做一个兼容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增加是完全无感知的。那么其实我们也做了比较好的一个隔离性，因为我们是单独创立一个新的网络平面出来嘛，所以说是跟原有的 POD 网络之间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可以支持你 POD 或者支持你原来的 cluster 是设置不同的 CRDR 的。因为这个其实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在去做集群建立的时候，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不可能想得完完清楚，就是我们把每个集群的网络分离得特别的开，总共会有一些集群它之间的 CRDR 是有一些 overlap 的，这 overlap 我们难以避免。那我们通过我们的 fleetboard 是可以完全的屏蔽掉所有的这种 overlap， 实际上我们是对于这种 overlap 是完全无感知的，因为我们创建是一个单独的那个网络平面嘛。然后我们的集群当中也每一个集群也不需要去暴露一个什么
外部一个可访问的一个地址，所以说同时整个集群的安全性也得到一个保证。你只需要就是说，如果说你的 Hub 集群是部署在某一个公有云上的，那可能说这个公有云你去报了一个端口，其实就已经完全满足需要了。那我不需要说我再去把每个子集群的控制面都去做一个暴露。然后我们内置的支持了跨集群的 Service Discovery， 还有做自动的一个 Network Tunnel 的一个打通。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实现实际上都是完全无侵入的。那么整个去部署的时候，也就是你可以直接把 FlexBot 当做一个 add-on 的 plugin 去 apply 到你所有的集群当中去。对，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 demo。这个 demo 的话，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对，可以。是这样，这个 demo， 怎么可以让它稍微回去一点？稍微回去一点。这个怎么能全屏 ？OK。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呢，大概有我们现在有三个集群。就是左边是一个我们叫 C 集群，它实际上是承担了我们刚才这个讲的这个 Hub 集群的一个角色。然后上边呢是 A 集群，然后这边呢是个 B 集群，这底下呢我们也是开了一个 B 集群的一个新的窗口。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的话，这两个集群 A 集群和 B 集群，它们之间的网段是完全重叠的，就是你部署完一个 K8 的集群，它都是一个 10.244， 哎，这个也是，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么它整个网段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把它进行一个服务打通，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在底下的这个 B 集群发起了一个就是不断尝试的一个服务的请求，就现在在从 B 集群在不断的，就是从 B 集群在不断的向 A 集群发起一个服务访问的请求，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部署那个 FleetBot 的组件，所以它的请求一直都是失败的，在底下应该能够看得到。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部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 have 命令去简单的去部署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组件，然后我稍微暂停一下，解释一下这个命令。左边的这个 C 集群是一个 hub 集群，那么它现在需要指定它暴露的一个地址。对，可能在上面看的不是很清楚，它需要暴露一个自己的地址和一个它需要去给那个就是。给我们的 ETH Fleet 那个这个 interface 去使用的一个平行网段就可以了。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只需要在集群里面去部署我们的组件，也是一个 have 命令。它需要的参数是hub 集群的暴露的这个地址，还有它自己的服务名称，因为这个服务名就是它自己的集群名称，说错了，就不同的集群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们部署好了之后。然后我们的下面其实还在不停的去发起一个服务请求。然后我们在底下可以等待这个请求获取响应。等一下，这个需要拉镜像。就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脚本在不断的去发起一个跨集群的网络请求服务请求。对，它现在已经就是可以获取一个响应，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演示吧。看一下，
然后后面还有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方案的一个使用场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就是国家冬日西算项目中我们目前正在测试的，因为冬日西算很多集群不是我们自有的，就是这个项目呢，目前我们已经在处于一个设计和实施阶段，我们在测试很多的多集群管理方案和网络打通方案。那么我们之前经过调研，我们发现现有的很多方案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就是冬日西算项目中去测试我们的这个就是 FleetBot 的这个项目，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然后第二个使用场景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企业内部他们自有集群的一个互通和服务发现，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使用场景，因为我们也实际跟很多客户也聊过，因为他们有一些集群就是存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他没有事先规划网络，他也没有事先挑选一个就是被其他方案所能够命中的这个 CNI 的选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对于这种存量的集群就不太好去打通，那么经过我们这个方案的测试应该也是能够达到就是预期的一个效果。对，我们这个使用场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关于我们社区的后续的一个 roadmap， 许迪接着介绍。对，因为整个项目来说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虽然说很多的链路已经打通了，但是还有很多的工作要继续做，包括我们这里有提到一些 performance 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集群规模，单集群的规模比较大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集群的数目比较多的时候，其实这个 performance 我们要继续的去做一个优化，还有就是我们控制面这边还会做一些更多的 load balance 相关的事情，现在来讲我们整个的控制面这个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当我们集群数目比较多，甚至还有 tunnel 的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的挑战。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会跟就是多集群相关的项目做了很好的一些 integration， 包括我们在 ClassNet 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集成，但是还会有其他的项目，包括 OCM Fleet 以及 Kamada， 我们都会做一些集成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个 FleetBot 的项目其实跟其他的多集群的项目之间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因为目前我列的这些多集群的项目都是解决集群的管理包括应用分发的问题，但是集群网络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事情嘛，所以说这个整个东西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跟很多项目去做一个集成的一样工作。然后我们还会去支持多集群的一个网络 network policy， 因为现在社区的都是基于单集群来做的，但是多集群这块其实是完全没有 touch 的，当然还会有很多 scalability 相关的一些事情，包括我们现在做一些很多的升级，但是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现在发的版本还不是很多，所以说这个问题倒不是非常的严重，但对于未来来讲网络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对于网络都是保持着非常谨慎小心的一个态度，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的项目或者社区在演进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做得非常好，做到一个后向兼容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会做很多的功能都会非常的谨慎，然后是为了保证整个大家的服务不要有一些的 interruption。对，然后我们整个项目的其实的 GitHub 其实在这里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 star 跟 follow， 甚至给我们提很多的 issue 和 feature， 然后我们刚才做的 demo 实际上已经上传到 YouTube 上去了，所以说大家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项目或者说整个使用场景还有一些问题的，可以去包括向我们去提一些很好的建议，或者说去通过我们这样一个 demo 去了解这个项目。好，谢谢大家。大家有啥问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或者说私下我们可以去聊一下。好，谢谢大家。